因为芭比呢，我做什么手机？我来个三步小小的小孩，让我给他从小的最爱，我餐餐都吃三餐汉堡，一天要点八号餐，那才是最屌。From the west side， 天龙老板吃不着，什么肯德基？麦当劳？我现在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才是料。不是高不高的你的，不需要的你不好，我也是那你的，不是眼红的，没有嘴红的，骗给你忠实的人才会懂。如果你们早知道你现在跳位，活动都被记录，怎么才是美味？让你一次上一阵的超级对位，那不才有的无心为贵。你不看看这个香味，香港拉过水，水味道没讲，好彩不是麦当劳，麦当劳是傻小，傻傻吃蛋蛋汉堡。小脏脏，但是因为我的表演时间不够，所以我只。